叫病的文化啊，建设咱拢个齐头并进啊，这是吼、啊、县政推动的目标。哎、啊，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议员在议会呢啊大力的支持，方向对，政策对，做对的事情，让宜兰县因为有你们感到非常的光荣。今天呢，当个咱讲今天啊，子苗呢来开庭哈、啊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给大家要给你说明个清楚，会当讲子苗。哎，当讲简单做人，认真做代志，实实在在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来，那我们就讲哈，来，我来讲，你爱用这个讲。你来直接讲。好，安尼是。无用啊。自己的做完呢，开庭。第一件事是讲，荣用证明说明与对照。各位跟我评评理，来讲，1558地号从106年种植果树到现在增长良好，从空照图到现况都可以看出来，借招检验的查办，这难道不是对寺庙的这个政治迫害吗？大家都知道，请问这样的图。图例在哪里？这样的图例在哪里？大家讲讲，在106年哈、哦，在空照图这个，那里这种果树1558种果树，接着107年这个用空照图也种果树。好的，我们看到的是林姿庙，他现在正在召开记者会。刚刚呢，稍早庭审的时候呢，他是强调自己是清白的。那么目前在这个记者会当中，他也大张旗鼓的要说明他的这些被质疑的地方。但我们稍后呢，再为您做整理报道。